对于以前的我来说，排球是我的梦想。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排球是我的挚友。排球引领着我的成长，也让我有了更多的可能。公益人、创业者、母亲，每个身份我都希望延续着不断进取的态度，力求做到最好，保持好奇，接受新的尝试，充满元气，解锁新的挑战，不辜负每一个身份带来的使命感。从现在看未来，